早安，我是马古。三分球是近几年最被看重的篮球技能，之所以被受到重视 ，Stephen Curry 的崛起至关重要。但在 Curry 爆发之前，美国 NCAA 也有一位球员以一手精准的三分线为名，大学四年累计投进296颗三分球，甚至单场得过52分。这样的他进 NBA 后，为何没有成为首位 Curry 呢？今天就来讲讲寂寞大神 Jimmy Fredette 的故事吧。Jimmy Fredette 出生在纽约格伦斯福尔斯，他是家中三个孩子中年纪最小的那一个。从孩提时代起， Fredette 就展现出强盛的竞争力，在运动能力方面相当突出。只有四岁的他受到大他七岁的哥哥 TJ 的肯定， TJ 称 Fredette 是最坚定最有竞争力的小孩。哥哥 TJ 从 Fredette 幼稚园开始就帮他训练篮球，而 Fredette 也经常和 TJ 及 TJ 的朋友在家中后院的篮球场上玩耍。不过因为年龄的差距，导致 Fredette 总是被大哥哥们上火锅，但这也是 Fredette 开发三分线的契机。父亲见到了此情景，在距离篮筐很远的地方画了条线，并且说到这条线以后没人可以阻止 Fredette 得分。因此年仅四岁的 Fredette 在当时就能够投进三分球，并延伸练出灵活的过人技巧，靠着超龄的篮球技术，屡屡能给他高一颗头的孩子一些惊喜。TJ 回想起 Fredette 在球场上的表现，并说道：“即使 Fredette 在身体条件上比不上其他人，但他总是能找到获胜的方法。”而篮球天赋卓越的 Fredette 也从十岁开始告诉身边的人，将来自己会进 NBA。其他家庭成员看出了 Fredette 的特别，全心支持他，并开始帮他制造机会。Fredette 的爸爸是一位财务顾问，他在 Fredette 八岁时将他介绍到学校与成年人比赛。随着 Fredette 的成长，偶尔也会带他去哈特福德和纽约进行更激烈的篮球赛。Fredette 的母亲则是允许他在房子里运球，甚至在家中地下室建造了一座小型篮球场给他练习。家人的全力支持，让 Fredette 可以好好的与最爱的篮球朝夕相处。转眼之间来到了高中，他就读当地格伦斯福尔斯高中。除了个人表现亮眼以外，当时也被 ESPN 评选为全美高中75强得分后卫之一。高中四年级 Fredette 12度打出拿下超过40分的比赛，也带领球队以25胜2败的成绩一举打进州冠军赛，但最终败给 Peekskill 高中。而 Fredette 在那一场比赛的表现失常，虽然得到了19分，但全场出手24次仅命中3球。即使因为自己糟糕的表现错失冠军金杯，但这不影响许多大学对 Fredette 的兴趣。虽然在这其中没有 D1 的一线大学，不过依旧有12间学校向他抛出橄榄枝。最终 Fredette 选择了杨百翰大学，并在杨百翰开启了下一阶段的神射之旅。刚进大学的 Fredette 一开始是从板凳出发，替补出战表现平平，三分球更是只有场均3×3的命中率。但从大二开始， Fredette 就成为了队上的不动先发，上场时间变多以外，场均得分从原本的7分一举上升到了 16.2 分。而大三是 Fredette 成为全美家喻户晓大学篮球明星的转捩点，这一年他的场均提升至 22.1 分，三分命中率4×4，并在与亚利桑那野猫队比赛时狂轰猛送拿下49分。有如此表现的 Fredette 固然也向往投入选秀，在篮球最高殿堂打球并赚取高额的薪水，毕竟美国大学是限制学生透过打篮球赚钱的。不过最终他还是选择留在杨百翰大学打完最后一年再投入选秀。有谣言说 Fredette 会留下是因为杨百翰给了他不少的奖学金，但是否真有其事，又给了多少就不得而知了。有相关资讯的人可以在底下留言，我也很好奇。大四赛季的 Fredette 表现又更上一层楼，场均能有 28.9 分，并有将近40%的三分命中率，并且在这一年荣获许多荣耀，例如单场狂轰52分、 NCAA 得分王、美国大学年度最佳球员、五等奖都是他的囊中物。场内表现出色，场外球迷更疯狂，只要有他在的比赛绝对是场场爆满，也带领杨百翰大学进入甜蜜16强，因此全美刮起了一阵 Fredette 风，自此也诞生出
除了 Jimmy Rand 一词一直外线极具准度的球员，并且绝对不会 miss 掉任何一颗三分球，而那时的 Fade 狂热风潮也连带还有人特地出了 Jimmy Rand 的相关产品，如马克杯等。另外还有某某球队被 Jimmy 这一直敌方球队在 Fade 的出色表现下以大比分败给他所在的杨百翰大学，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谈及 Jimmy Fade 都称赞他是国内顶尖的得分手。 Fade 近乎惊奇的场上表现着实打响了全美甚至全球的知名度，并在大学毕业后宣布投身于2011年 NBA 选秀。若把 Jimmy Fade 的篮球生涯分为 NBA 选秀前与选秀后，选秀前可以说是冉冉上升备受瞩目的超人气新星，选后则是沦为从未璀璨过的流星。投身选秀的 Fade 很快的在第十顺位被密尔瓦基公路队选中，便随即被交易至沙加缅度国王队。生涯一生都是得分后卫打法的他，到了国王队以后，这个位置上面已经有2009-2010赛季的新人王 Tyreek Evans 担当了，这让国王团队很烦恼，因为若让 Fade 打到控球后卫，以他188公分、横移速度不快、联盟水准以下的运动能力，在场上绝对是被对手吃甲的。但你说他可以靠着进攻弥补防守上的不足啊，这也很难，因为在当时 NBA 的控卫依旧以传球为主。Fade 在大学最后一年每场传出一次助攻就会发生 0.84 失误，切入也缺乏技巧，更没办法靠着运球为自己腾出投篮空间。在大学可能还好，但到了更高层级的 NBA， 这些弱点都被无限放大。而国王队在那一年也用第60顺位选了 Isaiah Thomas。Thomas 与 Fade 两人都是后卫，身材同样不突出，但际遇有着很大的不同。 Isaiah Thomas 从原本的不被看好，靠着自身的速度以及刁钻的切入不俗的外线，慢慢爬到了球队先发的位置，而 Fade 则是场场都在挣扎中度过。在休赛期间， Fade 透过练习改善他那破烂不堪的防守，并尝试在无球情况下寻找出手空间。除了篮球以外，格外重要的是他宣布与前杨百翰大学的啦啦队长结为夫妻。虽然暑假 Fade 做了许多努力，也多了丈夫这个角色，但开季后表现依旧没有起色，上场时间也从原本的18分钟缩减为14分钟。糟糕的表现延续至第三年，这一年国王不想培养他了，双方达成买断协议。虽然 Fade 很快就找到了公牛这个新东家，但本来就是大龄新秀的他，如今也快要25岁了。在国王的两个半赛季，除了自身球技、身材的问题，其实国王每个赛季都会签下更多后卫，或是与 Fade 功能类似的球员。菜鸟赛季找来的得分手 John Selmans， 第二年签下的后卫 Aaron Brooks， 第三年选进的 Ben McLemore， 这些都直接、间接的阻碍到了 Fade 的发展。并且这段期间，国王队一共换了三个总教练，连总管都换过一次，实属动荡不安的混乱时期。像 Fade 这种需要良好战术体系才能好好发挥的球员，固然是会被淘汰。来到公牛的 Fade， 由于球队正在积极拼季后赛，他只能在垃圾时间上场，季末也挥别芝加哥。14-15赛季，他来到了纽奥良鹈鹕队，场均依旧只有10分钟的上场时间。在多支球队不得知他，休赛季接到了马刺队的邀约，并与他签下了一纸训练营合约。虽然只是训练营合约，但主打团队篮球的马刺，说不定能救起打从进入联盟就没待过完整体系的 Fade。而他自己也道说，很荣幸能加入这支队伍。我认为马刺队在选人时都会寻找球队需要的特定球员，也确信自己能符合球队的体系。虽然自信满满，但 Fade 在季前赛的两场比赛中一共只得到了4分，投篮命中率20%，最终还是被马刺队放弃了。但根据 ESPN 的说法， Fade 防守端的不足可能是马刺做出此决定的最大因素。另外也有小道消息指出，他不满教练的安排，觉得球队应该为自己设计战术，种种原因让他暂时没了工作。离开马刺以后，他在鹈鹕打了4场比赛，便与尼克发展联盟威瑟斯特尼克签约。在发展联盟 ，Fade 场均上场 35.8 分钟，能缴出 21.1 分、5助攻、1.8 超截，投篮命中率4.64%，三分球命中率4.5%的好成绩，并获得发展联盟全明星赛 MVP。
虽然尼克队有用十天短约签回他，但两场比赛都是在得瑟时间上场，一共仅拿下七分。最终在 NBA 不得志的 Fedet 选择到中国 CBA 打球，并加盟上海大鲨鱼。到中国发展后 ，Fedet 重拾大学时期的超强得分能力，第一个赛季就能场均 37.6 分，一举加冕为联盟得分王，并获得 CBA 外籍球员 MVP。往后的比赛也创下第四节单节狂轰40分以及单场狂轰75分的创举。中国球迷因为 Jimmy Fedet 在场上谁都守不住的疯狂表现，还特地帮他取了个“寂寞大神”的绰号，不仅代表球技超强，也很符合他的质感球风。在中国的三年里 ，Fedet 依旧是球队的头号悍将。在这段期间的表现，也迎来了 NBA 球队的注意。2019年季末，凤凰城太阳与他签下了一纸两年合约，第二年为球队选项。Fedet 将在剩余的九场比赛表现自己，赢得第二年的合约，但最终发挥平平，再次回到中国打球至今。谈及为何 Jimmy Fredet 在大学表现如此亮眼，进入 NBA 后会如此失败，除了人们经常说的得分后卫的技能、控球的身材以及防守能力趋近于零以外，大学时期是他最重要的时刻，球队为他设计战术，媒体将他捧为篮球明星，过早的成名让他进入 NBA 之后产生诸多不适应。更有某一队的助教曾经跳出来爆料，他说Fedet 从来就是个自私的人，他认为球队必须为自己制定战术，还说他在杨百翰大学都是那么打的。心态 ，Fedet 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心态。虽有着过人的篮球天赋，但仅靠着天赋打球，终究是会遇到瓶颈的。许多在大学打得虎虎生风的球员，进到联盟依旧从角色球员做起。只能说，若 Fedet 当初也有这样的觉悟，或许时至今日还能看到他在 NBA 场上射三分吧。我是马古，大家晚安。